依旧是 Jam Session 的一个比赛。那么到底在丹麦滑轮的争夺当中，谁能够进入最后的决赛呢？每一组呢有四位选手，那么总共呢是有两组，那么预赛呢是有八分钟。Rich Parker 现在在比赛里面准备出赛。总分数会有八分，每位选手一个轮会有三十秒，预计会有三次至四次。And your first skater to drop in, put your hands together, Great Britain, Rich Parker. OK, 这位是来自英国的选手。总共是八分钟的较量。滑轮。凭空旋转体的五百四十度，再接一个凭空旋转体，好一个一百八十度的一个回旋，哇，一个加利福尼亚空翻还不错哎，横向的三百六的转体，一个前空翻的转体，耶，哇，一个反向的侧转体，现场观众给他吹了，应该还算不错了。Parker 这样的一个表现进决赛，谢谢，还可以，我觉得应该还可以，有机会来拼一下决赛的位置。哇，超高的一个腾跃，日本选手，五百四十度转体。好，待会选手如果表现不错的话，你可以用凭空旋尖叫跟掌声哦，因为我们今天交叉腿的一个反向的滑动平衡，超级粉丝送出非常 S Mini 所提供的一个小型喇叭。哇，漂亮！一百二十度的一个转体，掌声鼓励一下来自日本的选手。And next up for United Brazil, Sandra Andrade 准备出赛。OK， 这位是来自巴西的选手。Cesar Andrade 呢，应该说是在比赛当中有实力来争夺奖牌的选手。Ayahara 38分，那么 Andrade 看看在场上的得分，单臂的一个支撑，这是相当简单的一个特技动作。看到 Ayahara 在这一轮当中，似乎是感觉他只是上来只是适应一下赛道的一个情况，好像并不急于来做动作。OK， 这位是来自俄国的选手。Kabarov， 哇，漂亮！身材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位。Kabarov 应该说以前我们在 X Game 的比赛当中并没有见过，反向的一个钉子平衡，啊，向内的翻腾，这边出现了一点失误，腾跃的高度不够。Andrade 的分数只有30分， Kabarov 的分数相信也不会太高。 Parker 有32分，开场的凭空旋是跟他第一套动作一样，又是一个凭空旋，这个凭空旋不好，没有了。接下来向元裕介准备出赛。向元裕介大家看到他的 pump up 的 skill 非常非常像安床兄弟，实际上他们也是安床家的，他是安床兄弟娘家的亲戚，好复杂。其实他们在一起训练呢，应该说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。1080空转，漂亮，再接转体，连续的两个转体动作连接在一起了。这个分数如果刚才能得38分的话，那么这一回同样的也应该有39，这样的话是77分。Andrade， 我相信 Andrade 这一轮要加油了，他不能两个分数都是三十。哦，540度空转，刚才向前的侧向滑动平衡，转体360度下单臂支撑，这些都是传统的动作。掌声鼓励一下。
以这样的成绩来说，那我算是把 Andretti 看错了。如果他两轮都是这样的表现的话，不单单说是争牌无望，进决赛恐怕都没什么机会。545转体 Kaprov 实际上虽然身材非常的高大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滑动的一个腾跃高度不够，这还是不错的。后空翻他的腾跃高度不够，也就是说他的 pump up skill 不是特别好。全世界 pump up skill 最好的就是安床武士。凭空卷再接一个凭空卷，这跟他的开场一样。 Parker 基本上他的开场的两个动作是没有改变的，漂亮。1080空转，一个正向的转体，后空翻加侧向的，有一点加利福尼亚空翻的味道。然后再接一个 flat spin 凭空卷，这个有一点骗人的感觉，它的侧向的滑动平衡做得并不好。这一轮应该把17分打掉了没问题，而且甚至应该比32分来得高。向原玉介上场，所以67分刚才这一套是35分的得分，向原39、38，我相信他应该能上40。哎呦，出输了。这个凭空卷下来的时候，似乎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在于他腾跃起来之后的一个高度太高了，已经是超过了他的 comfort zone， 也就是说已经超越了他所舒适的有自信的这个腾跃高度的感觉，所以一个简单的凭空卷没有能够控制住。后空翻两周，但是手有摸到这个半管壁，哦，这个漂亮。刚才这个滑动平衡的组合特技应该说很漂亮。这一轮呢最精彩的可能也就是后空翻两周了。我觉得 Andretti 为什么之前我说他有实力来争牌呢，因为 Andretti 以他的能力来说，以他曾经在赛场上所做出的特技动作来说呢，确实是能够有机会来跟安床兄弟较量一下的选手，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应该是可以的。但是从今天的表现来看，刚才的两后空翻两周就充分说明了问题，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，应该说属于一级动作。但是为什么在比赛里面他只能做出一个，而且他没有其他的一些高难度动作联系在一起呢？我觉得应该是他在目前的一个体能状况非常差，也就是说可能还在恢复过程。720度的一个转体，单手的一个后空翻转体，没有那个交叉腿的平衡没有做好。Parker 我觉得这一轮刚才一轮可能跟第一轮比起来稍微好一点点。哇，得到38分，香原裕介他绝对是在这一组当中应该能拿冠军了。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头盔上有，哦，输了，慢一点，我觉得他现在太快了。香原裕介大家可以看到他头盔上有一个 Q 在他的头盔右侧，这是什么标志呢？这就是安床兄弟所创下的品牌。540度转体，向前900度转体，后空翻，一个后空翻加正向转体，反向720度转体，向前的侧向滑动平衡，单臂的支撑。这一轮，哎，这动作下来都会失误。67分啊，看看关键一刻他能不能打掉31分的分数。哇，只有27分，这样的话呢他是 on the bubble， 也就是说他是在小组当中排在第三，能不能进决赛就要看下一组选手的出赛情况了。哎，这一组当中我们看到今年呢中村鹏彦有来，向原裕介有来，安床武士有来，安床荣人没来，哥哥没来。中村跟向原都是安床亲戚家的小朋友，跟他在一起训练很久了。
像中村有言，那么也是整个这个安床团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。再来看看这一组。